福岛被遗弃，广岛被背叛。今次核灾，佢闹政府背叛咗广岛嘅死难者。原爆后仲长期依赖核能，令日本再度成为核子嘅牺牲品。福岛嘅灾民有车嘅走得就走啦，街上面人影都冇，一片死寂。多个国家已经呼吁在核电厂80公里范围内的国民撤离，甚至离开日本。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没扩大疏散范围。说政府叫他们不要离开，但是完全没有救援。现在食物资源都就快用完，唯有等死了。